南山律在家备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四面。我们接着来介绍第三课，不偷盗戒。那这是第二个，这个不偷盗戒。那不偷盗戒的当中分为三段，假一犯禁，假二犯相，假三不犯，分着这个三段。犯禁就是说这个犯偷盗的这个境界，那称为犯禁。好，先看这个文。世超云，出犯禁之中，为六乘六大有主之物，他所令护，非理致损之成犯法。这个所偷盗的这个境界包括六尘，好，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好，那么六大，好，地水火风空室，好，六大，那凡是有主之物，而且是什么呢？他所令护，他所令护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但是有主人的，而且它不是结缘品，是他人，是吝惜而且忽念不舍的，称为他所令护。而非礼，以至于这个对方的这东西 有所毁损或者减少，那这个就构成所谓偷盗的这个境界。好，那这是偷盗的基本定义。好，接着看到第十五面，看甲二的这个犯相，他们分为两段，乙一的劣缘，乙二的随事。劣缘，就是说这个聚缘成犯，好的这个情况，在那个在家备览的原文当中，聚缘成犯，弘一大师引道宣律祖的两种说法，这两个说法都是宣祖他这个著作上面写的。只是那个不同的著作，然后判法有点那个些微的这个差别。那我们看这个地方所说的劣缘是根据戒术戒本书的这个判法。戒术云：此戒五缘，初是人物，二人想，三众物，第四有道心，五举离处。好，分了这五缘，这五个缘具足就成犯。第一个呢是人物，是这个他所偷盗的东西的这个东西的主人是属于人的，那主人是人的东西，而不是非人或者畜生，是人物。第二个呢，起人物的想，在偷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主人，他是一个人类，而不是非人，也不是畜生，这个就是人想。那第三个呢是重物，所谓重物的话，大概这个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了哈。折合现在的话，大概是美金20元左右了，这属于重物。然后呢，第四个有道心，就是说确实有想要偷盗、侵占他人物品的心，称为有道心。第五呢，举离处。这个举离本处啊，那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拿起来，那比如就像把这个符石一拿起来，他的符石一拿起来，那就犯偷盗，就是他以盗心把它拿起来，即使说最后他放回去，那是另外因缘的。那比如说他一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所谓偷盗的这个罪啊就成立了，再放回去只是说这个欠对方的这个，就是说至少他没有欠对方，但是呢这个业偷盗的这个恶业就已经成就了。好，那这个是五缘成犯。就是看到乙二的这个随事的部分，随事就是说就这个几个不同的缘来分别解释。那这当中分为五段，丙一有主物，丙二有主想。那这两个缘跟个戒本书的前面两个缘不太一样，
这是根据道宣律读另外一个著作刑事抄上面的这个定义啊。这个刑事抄的这个著作的这个是比较早，道宣律读比较年轻的时候30出头所就写的刑事抄，他那个时候判聚怨成犯的是有主物和有主想。后来他年纪比较大的之后，这个著作借本书，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是人物，第二个人物想，好，就这两个有点差别，那其他，都一样，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那第三个呢，有盗心，也是一样，就是有偷盗的这个心。那第四个呢，这个地方漏了一个，各位再注明一个，丙巳是重物，就是刚才那个上面第三点是重物，一样。好，那这点试抄跟借本书，那么都一样。然后第五点呢，举离处，所以这个丙三呢，举离处又改成丙五，举离处，这个地方打错了。好，首先看到第一段，丙一的有主物，有主物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境界，丁一三宝物，丁二别人物，丁三，非处物，分这三这个三大类。那第一的三宝物就分为三方面来说明，第一个佛物，第二个法物，第三个生物，分了三段来说明。那先介绍这个物一的这个、佛物的部分。借述云，眼佛物中有四差别，出佛受用物者，如唐与衣服及以金石泥土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不得拆户，常拟供养生世大福。好，这个先介绍第一个佛受用物。好，那这个就是这个佛受用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住持的佛宝，好，就是佛像啊，佛的殿塔这些的。好，那这是属于佛受物。首先第一段是事物相，是说明这个佛受用物是属于哪一些。像堂宇，堂宇就是这个大殿供佛的这个殿堂，堂宇。衣服，这是在印度和现在西藏也保持这个传统啊，就是在佛像上给他穿上衣服，好，从这种这个华丽的衣服来庄严佛像。好，那这是衣服。即以金石泥土，好，这个是做佛像的这个材质，或者金，好，金就是说金属的，或者石头做的，这个或泥土做的，好，甚至木头做的，那包括像现在还有树脂做的等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材质所做的，只要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它曾经是属于佛像的一个部分，好，这个立体的佛像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中体篇有介绍过，这是属于住持的佛宝，就是佛陀灭度了。那佛陀灭度了，那么谁来代表佛陀呢？就是这个佛像，好，透过佛像来摄受，好，来度化众生，好，那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不得拆户。好，不得拆户的话，我们看这个底下这个小注，这个就是正所以底下那个疏远不得拆户者这段文，这段这个小字是弘一大师的原文的注解。好，原本在家背览，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字的哈，当初排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注意这个字，没有把它缩小，这是弘一大师的小注。我们先看这个小注。书言不得拆户者，虽此等物朽烂破坏，不许卖此，转至他物而供养佛，唯应别置新物供佛所用，与其烂坏之物仍旧存奉，不可弃毁或取贩卖。故事少引宝梁经云，乃至风衰雨烂不得冒宝供养。不得拆户就是什么呢？虽然这些东西纵然朽烂破坏，比如说这个大殿
或者你家里个人供过的佛像，好，那其实也包括纸的那个纸张画的佛像、印的佛像或者立体的佛像都一样，这都是属于佛受用物。好，那就是不可以卖此，好，转之他物。就说他这个坏了，比如说这个铜做的佛像已经坏了，你不能说我把这个佛像拿去称斤的卖，那称斤的卖了之后呢，然后得到了钱再来做其他供佛的东西，好，不可以的。好，唯应别致心物供佛受用。好，这个只有说旧的坏掉了，只有说做个新的佛像啊，或者这个佛的衣服啊、殿堂这些的来供佛。好，就是说甚至像大殿，比如说拆下来的木头啊、砖瓦等等，那他也说严格来讲也不能拿来称斤的卖，好，然后说再来做其他这个供佛的东西，好，不可以。那与其烂坏之物，人就有存奉。好，就是说破坏的佛已经坏掉的佛像或者佛的衣服，乃至做这个大殿的材料这些等等的，这个烂坏东西啊，应该存奉，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不可以弃毁，不可以随便丢掉或者拿去卖卖，这个拿去买卖。所以在行持钞当中引这个宝梁经的一段经文，他说啊，这个佛像或者佛塔也是一样，乃至风吹雨烂做墨宝供养，不可以把这个坏掉的财神拿去卖掉了，然后这个钱还拿去供佛，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好，为什么？主要什么呢？后面有讲，他这个曾经是佛受用过的东西，就代表佛的法身。好，那么要对佛的法身呢，要绝对的这个恭敬，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讲佛，这个先说明事物相啊，不得拆护，常拟供养，常常用来供养。因为能够升起世间人的一个大福报，纵然它只是一个泥雕的木制的佛像，但是我们要是以虔诚恭敬的心来供养它的话，那就可以得到大福报，那甚至呢可以得到这个大的这个加持。好，就像在经典里面讲，有四个比丘破戒。好，那么在过去空王佛时代啊，有四个比丘破戒，破戒之后他们很惶恐，后来空中有人跟他们讲啊，虽然空王佛已经入灭了，你们可以到空王佛的这个佛塔里面去瞻仰佛像的这个眉间白毫像，那么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瞻仰佛的眉间白毫像，那么然后好好修忏啊，就能够灭罪。后来这个四个比丘就依着这个方法啊，到那个佛塔里面观空王佛的眉间白毫像，结果啊，这个因此然后来修忏啊，因此啊都能够灭罪，好，就出自于《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好的这个说法。然后这个四个比丘后来啊也都次第的这个成佛了。那是哪四尊佛呢？也是东方的这个阿处佛，妙喜国的阿处佛，南方的欢喜国的这个宝相佛，还有西方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北方莲花世界的庄严文妙生佛。所以这是阿弥陀佛过去的这个因缘，曾经是个做过一个破戒比丘，后来因为观察这个空王佛像的那个白毫像，然后虔诚恭敬的这个归命啊忏悔啊，那因此啊不但转那个破戒的业，甚至啊后来啊能够更加的精进的修行啊，乃至于这个迅速成佛。所以他看到的还只是佛的佛像，但是因为虔诚恭敬的心来瞻仰的话，一样得到佛的这个加持。为什么？你说就像大殿这个释迦牟尼佛像，这是木雕的像，但是呢佛的法身是遍一切处，那当然也遍于这尊木雕的佛像之上。所以呢你如果看到这尊木雕的佛像，你知道它是佛遍满法界的法身的一个显现，
然后你恭敬虔诚恭敬的心来看待这个佛像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真佛的这个加持，所以能够声势大福啊，可以成就世间人供养的话，可以成就他的大的福报，甚至在灭罪这个破障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加持力。在西藏有个很有名的这个狗牙舍利的这个公案，就是有个老妇人，她托她儿子到印度去做生意的时候回来，顺便帮他带一个佛陀的舍利子回来。结果呢，他儿子也答应了，但是呢，当从西藏回来，然后已经快回到家，回到印度，回到西藏，已经快回到家的时候，才突然想到，糟糕，忘记他妈妈的嘱托了，居然没有把这个佛舍利子带回来。但现在要回印度去请舍利子，这不可能的事情了。结果他急中生智，就把路边的一个狗牙，死掉的狗的牙齿，把它摘下来，然后把它修一修，然后磨一磨，擦一擦，看起来像舍利子的样子，然后带去给他妈妈看，说这个是佛的舍利子。就他妈看了，起大欢喜心啊，恭敬心，太好了，从遥远的印度请来这个佛舍利子，就很恭敬的，然后放在佛堂佛桌上，上香顶礼供养。结果顶礼的时候，这个狗牙放光，这个放光现瑞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法身本来就遍一切处，他认为这狗牙是真的佛舍利子的话，那就得到佛的法身的这个真正的加持。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佛堂就是很恭敬了，古人说啊，如对佛天，就说你来到这个佛堂，就像面对真正的佛这么样的恭敬。你看西方三圣，你如果看他是画像，那你得到就只是画像的加持。来到这个地方啊，很轻慢啊，甚至像世俗人啊，来到观光景区，这个佛像怎么样，那个佛像怎么样，这样指来指去啊，这个啊都损自己的福报。我们看佛像不能让用手去指啊，这个很不尊重，很损，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来到佛堂，这个称为法王殿，就是法王在这里住持的地方。不管佛像是小尊的、大尊的、好看的、不好看的，做的功好看不好看，那么都一样，都很恭敬。就像有人问阿底迦尊者，他弟子问他说，这尊文殊菩萨像好不好看？如果好看的话呢，我就要花钱把他请下来。就尊者说啊，文殊菩萨像没有不好看的，都是庄严的，只是呢，这尊菩萨像的功，做功啊，稍微次了一点。那菩萨像没有好不好看的，都是庄严的，差的话就是功比较差。好，说完之后把这菩萨像顶礼，把头上顶礼一下。所以就是说，古代的这个修行人大德们都知道，这个佛像啊，它就是佛的法身的这个代表，所以他们就会很虔诚恭敬的来面对。好像古代尊师大师也是一样，他有一天在佛寺请了一尊千手观音像，结果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不小心那个千手千眼那个手指头很多嘛，不小心把手指头给碰断了一小根，就他老人家起了大的这种恐惧心，结果呢，赶快把那断的手指头拿起来，想都没有想就把它按回去，就按回去的时候，这个手指头马上接上去，都不用快干胶啊，就直接接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相当的虔诚恭敬啊。那为什么这么虔诚恭敬？因为他知道这个佛像就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就他面对佛像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就是真正的佛。你认为他是真正的佛，你就可以得到真正佛的这个加持。好，这个第一个，所以这是第一段是物相。第二段呢，引律证，故律云：若是佛缘作具等者，一切天人供养同塔是故。在律上有说，如果是佛缘，佛所受用的这个园林，或者佛的这个作具等等，一切天人都应该供养。曾经是佛受用过的，那么同这个佛塔来侍奉。
好，所以凡是佛所受用过的东西，它都有加持力。好，这个在像这种观念在西藏啊是最重视的。凡是比如说这个莲花生大士，好，或者是什么密勒之巴大士，或是哪位大德，他曾经用过的这个什么袈裟呀、钵啊，或甚至他的衣服啊，什么任何一件东西，他们都认为有很大的加持力。好，甚至从头上剃下来的佛法，剃下来的头发、须发，他们认为都是很大的加持力。那确实也是啊，中国也有像什么佛牙舍利，佛的牙齿，那么佛的这个头发的法舍利等等的，那都是一样，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加持力。就像那个各位看那个虚云老和尚传，虚云老和尚他去宁波阿育王寺，也是去礼啊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利子。他刚开始看到舍利子的时候，跟我们看到舍利子一样，是暗啊，像暗绿色的，暗暗的颜色。那是因为我们有业障，看起来是暗暗的绿色。结果他就不断虔诚恭敬的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看到那个颜色啊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乃至到最后啊那个舍利子变得看起来越看越大，然后越看越明亮，然后到最后就非常的庄严的颜色。因为他不断的虔诚恭敬的礼拜，好祈请啊礼拜，然后忏悔业障，业障转了之后，看到这个佛像的这个舍利子啊，佛的舍利子啊，这个颜色就变了。好，所以这些都是佛的法身啊，佛木雕的、纸化的等等的，它都是佛的法身的这个全体。好，所以它同塔是故，像要像这个同样侍奉佛塔一样，这么样的尊重。第三呢，增所以，所以不许者，莫不集体法身之相，表出身不得亲故。就说为什么这些佛塔和供佛的曾经佛受用过的这个佛像啊，这个东西啊，佛像受用过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够拿去卖？啊，即使烂坏也不能够拿去卖，啊，也不能够随便抛弃，为什么呢？集体法身之相，它这个全体啊，是代表佛的这个法身，好，这个表法有这个表法意义在，所以表处是身，好，这个表法的意义啊，好，相当的这个深，好，就是说它跟佛的法身是无二无别的。好，各位要是学习般若心，你就知道啊，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所以呢，一切处都是佛的法身的显现。那么尤其这个佛像，你要认为它是真的佛像，真的佛的法身，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佛法身的好这个加持力，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好四位破戒比丘的故事好一样的，所以不得轻慢。好，但在历史上好也是有很多啊好这种轻慢好这个佛像而遭罪好的这个实际例子。好，在文革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听过一些人讲说文革一些啊好一些人他们就是很轻慢佛像或者佛这个佛殿啊好亵渎啊好破坏，到最后啊整家死光光的，好这种例子很多啊。好，所以不可以好这个随便的这个很轻慢对待。所以我到那个九华山去的时候啊，看了简直要晕倒，糕饼也好香也好，上面是什么地藏牌，什么全部都是画地藏菩萨的像，连那个糕饼啊，也是上面也是印地藏菩萨的像，那我都不敢买，买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很伤脑筋啊，那到处都是，然后吃完之后就往垃圾桶一丢，那个实在是那个业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算，很糟糕啊。好，所以这个凡是佛这个受用过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好。坏的话，即使坏掉了，就好好的收藏起来。好，不，甚至你不能说我把它拿去卖掉。好，卖掉了呢，卖掉之后呢，然后再来做佛像，做新的佛像供佛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佛的法身。就像我刚才讲狗牙舍利的供案一样，那狗的牙齿实际上是个本来是个不清净的东西，但是你面对它，你用清净的心面对它，它就变成佛的这个法身的一个代表，真的就有加持力。好，那么你曾经认为它是佛的法身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境界，
你把它丢垃圾桶，或把它拿去称斤卖，那这是非常不恰当。好，因为他不，他我们佛教徒对佛像的看法，并不是像世间不信佛的人认为说，哦，你们在迷信啊，崇拜偶像啊。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他是个偶像，而是认为他就是佛的真实真身的另外一种显现。当然，你说佛哦，在你释迦牟尼佛来到世间行住坐卧啊，在你眼前啊，跟你说法，那么吃饭啊，那个是一种显现，活生生的显现。但这个木雕的这个佛像，也是另外一种显现啊，木雕啊，指挥的。所以呢，各位来到这个大殿啊，要好好的，好虔诚恭敬啊。有佛像的地方，就有佛的住世，有护法的住世。所以来到佛殿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就是来到佛殿，面对佛像，很虔诚恭敬的礼拜、祈求，你就可以得到佛的加持。你要来到这个地方随随便便，护法神看了也不高兴。佛菩萨当然不会不高兴啊，他是不分别的，但是呢，损自己的福报。好，像那个我看那个《法院助理》里面讲的，三国时代哦，孙权的儿子啊，孙浩啊，他曾经偶然之间得到哦，从这个地理上挖出这个阿育王所造的这个佛像啊，其中的一个。但孙浩这个人非常没有善根，他居然呢，拿这个佛像啊放在厕所旁边，放厕所旁边也就算了，还让这个佛像手上拿那个筹，就像我们现在讲卫生纸啊，拿卫生纸，那上厕所用的卫生纸从佛像手上拿，离谱到这个程度。甚至有一次呢，他就是更离谱，结果身在这个佛像上面呢，啊，撒尿，结果啊，这个因为这个佛像是阿育王时代他所造的这个佛像之一啊，那个阿育王所造的那些佛像都有很大的那个灵锐的感应，结果这个孙浩就当下就下半身啊疼痛无比啊，那这什么医生来治都治不好。那治不好的时候，结果请那个太子官占卜，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治不好？哦，占卜结果哦，原来得罪了哦这个某一位大神，哦，他们不晓得佛啊，得罪某位大神，他想想是哪个大神呢？后来有个老宫女，她信佛的，因为佛教在东汉的明帝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中国来了，那时候传进来之后，后来就有人出家了。那么东汉之后就是三国嘛，所以三国的时候已经有些人已经知道佛法了。有个老宫女知道这个事情呢是非常不好的，就告诉孙浩，孙浩就赶快啊把佛像再重新请出来，然后香汤啊，把它洗干净，然后香汤沐浴。弄干净，然后焚香，顶礼供养忏悔，这个病呢，才消掉。不过病消掉，但我看呢，他未来果报，地狱果报恐怕不见得那么容易啊，可以去得了。就下半身这个疼痛啊，这个只是个花报而已，未来的果报都是地狱。好，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你要想这个佛像上面撒尿这种事情，想都想不出来，亏他想得出来，所以。这个集体法身之相，当然那个也不是那个，一方面可能是花报啊，孙浩那个，一方面可能是花报，一方面可能是护法神的责罚。所以我们来到佛堂啊，你见到佛像就是虔诚恭敬的礼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呢，这个佛像其实会烂坏了也不能够做其他的用途，也不能够把它这个丢掉。好，不过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啊，印刷术实在太厉害了，佛像啊这个佛经啊到处都印。好，所以有时候这个佛像如果比如说包装纸上面，好像我刚才讲那个什么地藏牌的糕饼，那个上面有地藏的菩萨，那拿到之后怎么办呢？你拿到之后当然你不能把它丢垃圾桶，你不能丢垃圾桶，那怎么办呢？这你就可以把地藏菩萨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把它给护背，很庄严，然后跟人家结缘，这样子，不要乱丢。那假设说你看到，比如说已经被人家丢弃的破破烂烂的地藏像，或者是什么佛像立体的纸张的话，怎么办呢？我曾经到东北
这个有个寺院呢、啊，他这个因为有时候一般的、哦、不管有信佛没信佛的，他有时候家里面那个佛像啊坏了，他就往寺院里送。好、哦，那个是立体的，还不是纸，立体的佛像往寺院里面送。那你说几个佛像把它藏在库房也就算了，但寺院又常常有人送过来，而且他都是因为他们都偷偷的送过来嘛，因为放家里他也不晓得怎么处理。那有的人他也知道不能乱丢，他就偷偷往佛寺里送，越送越多，越累积越多，到时候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啊！好、哦，总不能像这个敦煌一样挖个山洞全部放进去吧？好、哦，也没那么容易。那这个寺院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个佛像全部把它收集起来，半年或一年多久收集起来，啊，包起来，啊，包好，然后全部沉到海里去。他们是这么说了，说经典里面海龙王有这么样的说，有这么说法，曾经说过要供养这些残破的这个佛像，有这么个说法。好，那我想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参考。好，那如果像纸张的佛像啊很多，好，如果这纸张佛像还好好的，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把它踩起来护背，好，跟人家结缘，好，这可以。如果佛像印的那个材质很差，一看就知道不会有人要请的，好，那个有的脸，那个佛像画的那个脸呢、啊，简直就是非常的工非常的不好，好，那么没办法结缘。或者佛像，比如纸张印的佛像本身已经残破不堪了，那你说一直堆在家里也没有办法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看到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说啊，如果是说已经残破不能够使用的佛像也好，甚至佛经也好，残破不堪使用，无法结缘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恭敬心将它火化掉，然后呢，这个灰也是这样处理好，放人踏不到的地方。但是这是说已经残破不堪使用的，好，那么无法结缘的了哈，那么能够的话，至少最好就把它给整理整理，然后跟人家结缘，那还是比较如法的。但最好就是不要随便印，哦，不要随便印佛像，哦，那或者随便印这个经典啊，到处乱丢。好，哦，像我们宣传海报上面呢，啊，那绝对不要印佛像，哦，或者菩萨像都是一样，不要随便印。印了之后你就没办法处理，哦，你说到时候丢是肯定是不能丢啊，那么烧也不是，不烧也不是，哦，这很麻烦。好，哦，所以这个佛受用物，就是我们在讲大殿的供佛的殿堂。还有做佛像的这个材质，哦，这个本身，还有佛像身上穿的衣服，直接属于佛的法身，哦，表彰佛的法身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佛受用物。那么因为它是佛的法身的表彰，也就是佛的法身的全体，所以不能够随便的处理。好，这第一个佛受用物，这个是最需要谨慎处理的。好，那第二个呢，属佛物。好，看到这个，所以得转者，由本施主通理佛用，故得贸易，不同前者成为圣相，故为定也。好，这个我们先来解释，所以得转，这个就是说它可以转做其他的用途，然后再来供佛。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底下的这个小字的解释哈，底下事实上是个小字的解释，也是弘一大师的这个小字的解释。他说：“书言得转得贸易者，于此属佛之钱宝、田园、人畜等物，可以随意贩卖、买取供养具等，而供养佛。”好，那我们先说明这个。它的处理方法哈，属佛物的包括哪些呢？钱、宝、田园、人畜，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把这个钱呢，啊，或者黄金啊等等七宝啊，或者是他供了一块田园，好，那收成都是要拿来供佛的，或者人，好，因为古代有那个奴婢嘛，这个奴婢，他就把这个奴婢哦，就是献给佛寺，哦，专门来属于这个供佛用的。那畜就是像畜生，像牛，哦，比如说供养佛寺一条牛，哦，那
然后呢专门来做一些劳役啊等等，然后来做供佛用的，好，这些这些东西呢可以随意贩卖，因为它不是代表佛的法身，它只是系属于佛，好，是个整个等于就是说系属于佛他所受用的东西，所以可以买取供养具等而供养佛。供养具的话就是属于第三个，我们大家要介绍第三个供养物。那等的话呢，包括第一个这个佛受用物跟第四个现佛物，等于第二个属佛物，它这个比较宽。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世俗的财物之类，好，钱宝田园人畜，这属于世俗的财物之类，它不是代表佛的庄严法身的一个部分，所以可以转做其他的一三四，或者一二三四都可以转做其他的用途，然后但是还是要拿来供佛。你不能说观音菩萨跟佛一样的功德殊胜，所以呢我就把那个供养阿弥陀佛的来专门供养阿弥陀佛的东西来供养观音菩萨，那不行。好，因为观音菩萨是属于僧宝，阿弥陀佛是属于佛宝，这还不能互用。所以我们讲这个三宝物互用的时候，所以你以后你比如说你买个香炉或买什么，你不要说发现我这个就是要专门供养这一尊佛像，我这尊阿弥陀佛像，不要这么局限。因为你如果说这个香炉就是只是供养这尊阿弥陀佛像的时候，下次如果说你要拿去供养观音菩萨像，那就不能了，或供养地藏像，那就不行了。甚至讲得再严格，你说供养阿弥陀佛像再转供药师佛像都不行，好，当然是不至于结重罪啦，或结小罪，好，但是也是有这个瑕疵在。那如果供养菩萨，那就不只是小罪了。好，所以所以我们比如说你这个，如果是香花这种像那种真的花，开就烂了，一阵子就烂掉，那无所谓。如果是供了之后可以放很久的东西哦，像这个香炉啊，或者是灯啊等等，你就买来你就想，反正供养佛菩萨都可以。不要说我这个香炉、这个莲花灯什么，一定就只是要供养这尊佛像，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的时候，这些所有东西就是全部都就只能供养这个佛像了，不能供养其他菩萨像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说啊，这种是属于属佛物啊，它可以贩卖，因为这属于钱宝东西啊，所以比较没有关系。看下一段，此云属佛物，与前段所云佛受用物有异，因钱宝田园人畜等物不堪受用，但可细数，故云属佛物耳。好，这些为什么跟佛受用物处理方法有差别呢？因为啊，这个钱宝田园等物佛像本身不堪受用。什么叫不堪受用？不像前面那个什么木头啊石头啊，你可以把它雕成佛像让佛像来受用。那这个田园人畜你不可能把它做成佛像啊，好，你只能把这些钱拿来买佛像，但它本质这个东西的本质是没有办法拿来做佛像的。好，当然除非你把这个黄金把它，比如说这一整块黄金本来是属于属佛物，属于宝物嘛，黄金。但你如果把这个黄金把它打造成黄金佛像的时候，那它就是属于佛受用物了，它就不再是属于属佛物了。属于佛受用物，这个黄金佛像就代表佛的法身，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随便做其他用途。那如果还是只是一个黄金，把黄金拿去卖了换，比如黄金拿去卖了换成蓝宝石，换成那个香花灯烛来供佛都可以。好，主要是前面佛受用物它代表佛的法身，差别在这里。好，所以这个钱宝田园人畜等物佛像不堪受用，好，所以只可以细数，所以称之为属佛物。好，接着底下说啊，这个悉诸布施者，或通施三宝，或别指施佛、施法、施僧。别指施者各有所属，不得互用。净云属佛物，即是别指佛、别施佛者，虽取转貌而所益得者，仍属于佛，不能够滥。好，就我刚刚讲的，在印度人呢、啊，他那个
头脑比较清楚。印度人呢、啊，他们非常聪明啊，所以他们，你看他们那个就很喜欢又很复杂那种逻辑思维，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戒律上分别他们也很清楚。哦，他们供养的时候或者通吃三宝，就像我们说，我这个钱呢拿佛寺，我这个钱要供养三宝。如果说我这个钱要供养三宝，那么这个钱拿来供佛、供法、供僧都可以，就是由执事自由决定。如果说这个钱呢就是要供佛，哦，那供佛就不能拿来做，就不能拿来印经，不能拿来供僧，哦，这个是不能混用的。好，那所以通吃三宝是说三宝都可以供养，或别师或别子师佛法，师佛师法师僧，哦，这专门供佛或供法供僧，那别子师者各有所属，不得互用。哦，一样的供法，供法就法就法宝的经典呢、啊、的钱不能拿供佛跟供僧。好，如果别子师的别子布施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属佛物就是别子哦施佛供养佛的，那么他允许转卖，转了卖掉做其他的那个供佛之具，但是呢所易得者所卖所得到的东西仍属于佛，不能有混乱。所以一般呢、啊、比如说一般他们要供养佛事，我们就尽量告诉他们心不要一定局限说我一定要供佛。有时候有的人习惯性讲话，哎，师父我这个钱要供佛，那我要问清楚，你这个所谓供佛是指的是真的就是只有佛，还是通指三宝？因为一般人的习俗啊，不像印度人的习俗，汉地习俗不像印度习俗分得那么清楚。哦，这钱完了供佛，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钱都让你们随便用，哦，就是三宝都可以用，一般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还是会问清楚，你这个是只能来供佛嘞，那供法供僧可不可以？都要问清楚啊。好，因为属于供佛的东西，其他法跟僧同样三宝，但是呢不能够互用，不能够混乱了。好，所以我们到寺院里面去布施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有局限。好，甚至比如说像供僧的，你要盖塔的钱啊，那个盖僧寮的钱，那么拿去做其他的僧人的用其他用途，那都不行了。如果有局限的就是一定要把它用在这个上面，不能够错用。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5分钟。